看不出来，你也会这么紧张。刚才不是装挺淡定吗？如果连我都慌张的话，他会更没有信心的。组长，啊，你知道什么时候最有魅力吗？什么时候？就现在。 你喜欢我这种身心疲惫、无精打采的时候啊？才不是呢！我是喜欢你为朋友着想认真的时候。原来我这么帅呀！别夸你一句你就上天行吗？你要是什么时候对我像你对傅小司那么好，那才是真的帅。 一定会成功的，老天没有理由去为难一个努力的人。希望明天一切顺利吧。嗯，加油。走。嗯嗯。你们俩挺熟啊？啊？我跟他怎么会熟呢？我可不是那种巴结上级的人。哎呦呦！那我去那边等你啊。 喝不动了，今天太辛苦了，让他先休息了。哎，这么心疼立夏。今天 Aaron 让玉见留下来，不会是想牵他吧？玉见条件那么好，有机会的话一定可以出来的。 我跟你说，立夏是个真性情的好姑娘，她这个朋友啊，我交定了。行了，你别骚扰小四嘛。嗯，你陪我喝。喝。两只小蜜蜂，飞在花丛中，飞，两只小蜜蜂，飞在花丛中，飞，走飞飞，又飞飞，咕咕咕，嗯，吃了那布，飞起来，来喝，嗯，飞，飞。 走了，陆长小心，陆长。嗯，今天谢谢你们。哎，拜拜，拜拜。我要吃小蜜蜂。哎。 到了。嗯，嗯，这哪儿啊？你掐呀！啊，还真是，你到家了。行，我回来。啊，我送你到门口吧。啊，嗯，不用不用。 很贱，我自己走。你都喝成这样了，我不放心，我送你。陆章，你怎么回事？我都说了不用了。啊，我需要你的时候你不在，不需要你的时候，瞎跟人起哄，烦死！走。欣欣，你走吧。 哎，你到家发短信啊。 回吧。
喂。哦，断桥啊。行，那你等我。不好意思啊，喂，不回来，不回来，就是不回来。你叫我宝贝儿也没用，谁是你宝贝儿？我跟你说啊，你别找我，你呢就跟你的乌龟过一辈子吧，别找我。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发现自己在意一个人？也许是小时候揪小女孩辫子的时候，也许是成年后欺负她、挑她刺儿的时候。但突然有一天，她脱离了自己的认知，内心便开始纠结不安。这个感觉，似乎比在意还要更深一层。哎呀，好了，我的小祖宗，你别闹了。那发布会不是都成功的吗？好了好了，你跟我回家好不好？发布会成功了，跟我跟你回去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，发布会成功又不是因为你，反而开不成才是因为你吧？放手。我知道一开始是我态度不太好，对不对？但后来我不是也考虑到你的感受了吗？是吧？那你现在到底要怎么样才好呢？啊？你求我呀。啊，你，我求你就求你，好，我求求你。你求我也没有用。哎呀，你别闹了，真的。你说你一个人在外边吃也吃不好，睡也睡不好，对不对？我得多担心你，是不是？好了好了，乖乖乖乖，跟我回去吧啊！哎，你干什么呀？公司里啊，上下级干啥？拉拉扯扯的，男女授受不亲，我喊了啊！你别给我来这套，我喊了！哎呀，你别来这一套，快点！哎，不是说好了要一起吃饭吗？嗯，